Hello， 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咁今日咧就会系第一次朝早，咁就7:30有呢个 homework out 啦。早晨啊，各位。咁咧，今日咧呢一个咧系 book fire 啦，咁就真系 focus 我哋嘅下半身嘅臀部啦。咁就你话会唔会话好难咧？一定唔会话好难，因为我拣嘅动作咧，一定系适合大家去做啦，包括甚至冇做开嘅新手。不過陣間做嘅時候咧，最緊要咧早晨得出嚟，哇！大家都好做啊。咁咧最緊要咧就係堅持住同埋 enjoy 啊，慢慢去做。咁啊，遲啲新手咧，如果平時冇做開咧，可能陣間你會覺得啊會有啲冤嘅，冇錯。咁啊，慢慢忍住去做就可以啦。因為我會介紹啲簡單嘅動作俾大家去精簡啲，叫做練一練個臀部啦咁樣。咁陣間我哋做嘅時候咧，準備好一個空間加張瑜伽墊嘅位置就可以啦。咁我俾多少少時間大家準備啊。如果有一齊做嘅話，咁有冇做啊唔緊要。咁啊睇翻 playback， 我哋一齊做翻就可以啦。好，咁咧俾多少少時間大家準備。咁我都即將準備同大家做咗熱身先。好，第一個咧 ，ready position 咧，咁我哋只腳咧就好似深蹲咁樣啦，微曲，輕鬆收腹，咁啊 ，pat 腳出嚟嘅臀部，咁然後咧，我先 hold 住佢，咁啊單腳踩上去，咁另一隻腳咧開合開合，咁陣做嘅時候咧，你慢慢會 feel 到佢越嚟越冤嘅，咁啊正常嘅，咁啊盡量忍住啊，咁啊一開始熱身唔會話好難，我唔會持續時間好長嘅，好，咁就即將準備嘅咯喎，準備，咁我哋埋位先。Ready, 3, 2, 1, let's go, 打打打打。接住嚟呼吸，慢慢呼吸都啦，唔使咁快嘅。好，预备，另一边 ，3, 2, 1 ，go。再 hold 住佢，唔好后悔啊！最後一，好好曬佢，好準備另一邊，3, 2, 1 ，let's go， 快嘅，都係 hold 住佢啊，冇後悔，好曬佢，食個少少冰嘅。好，跟住只腳向前踏，好上去，踏踏 ，step step，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少少曲，打出嚟，留意呼吸，慢慢去。好，预备，另一边脚，3, 2, 1 ，Let's go， 快嘅，都 hold 住，我预备即刻向前啊 ，3, 2, 1 ，Let's go，step step， 都 hold 住佢。我 keep 住挺胸收腹啊，壓曬佢。
最後三、二、一 ，OK， 好放鬆，好，咁然後咧，我哋就先只腳咧擺個頭闊度嘅，咁啊腳趾尖微微打開15度，自然就可以啦。咁咧，我哋第一個動作咧，咁就 hold 住個深蹲啊，好，好似咁樣坐住 ，hold 實佢啫，咁啊唔使上落嘅，咁呢個都係個 warm up 啊，所以就好簡單。hold 住佢就可以啦，咁如果你覺得夠力嘅話咧，收落深少少，好，準備，準備啦喎，三、二、一，開始 ，hold 住佢，收落高咧，記得唔好內八啊，打開佢，坐實佢，腳踭踩實，重心坐合，咁啊記得唔好後背。留意呼吸啊，慢慢控制住。好，最後15秒。收到。5、4、3、2、1。OK， 好放鬆，好放鬆隻腳先。好，接落下一個啦。咁咧，我哋都係 hold 嘅，咁但係用弓字步嘅，係啦，前後腳踩實佢，咁都係啦。坐低，好似我咁 hold 住佢啫，咁啊，盡量唔好痛，唔好後背啊，痛到膝骨 hold 住就可以啦。咁我鏡頭要低，咁我就。照 hold 住，好準備，三、二、一，開始。係啦，吸氣落，呼氣上，壓實佢得啦，唔使上落啊。hold 住佢，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好放鬆，另一邊腳，好，腳擺好了喎，準備，三、二、一，好開始。咁做嘅時候咧，留意住咧腳踭咧前腳嚟時踩實地下，膝頭哥咧冇中前嘅，咁我想挺胸收腹，係啦，唔好傾前，坐實中間。hold 住就到，忍多少少，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好放鬆，好啦，咁然後咧，好啦，咁然後咧，我哋今次就咁深蹲啦，咁我就開始包養啦，咁咧呢個咧就同第一個頭先我哋 hold 住深蹲一樣，不過只係 up and down 啦。咁講多少少啦，我哋今次我哋不發咧 focus 喺臀部，所以節奏咧都係集中轉慢少少，記得夾實個屁股多少少嘅，尤其是深蹲啊，我介紹一下先。咁咧，首先腹部闊度啱啦，好，挺胸收腹坐落去，我上嚟時候你喺屁夾實去，推住去，係啦，千祈唔好夾咗出嚟，一定推實，吸氣落，呼氣上咁樣啫。好，準備，三、二、一，開始，吸氣落，呼氣上，好，吸氣落，呼氣上，頂住。走到，加油堅持住，忍多少少冇後背啊！走到走到，好簡單啫，吸氣落呼氣上，千祈唔好太快，控制住平均速度，順住慢慢落，
身處咁樣想。好，最後十下就到啦。九，八 keep 住慢嘅，唔好快啊。七，六，五，四，未完啊 ，keep 住。三。那輸二 last one up 未完未完好吸氣坐下去 hold 住佢是啦 hold 住佢啊深蹲咁樣十九八七六五加跟住四三二一 ，OK， good， 好放松，好厉害啦！我哋分享瑜伽战道，好咁咧，同头先咧深蹲好似嘅，咁我哋都系头先嘅上 pat 推到最高啊，今次都系咁个脚踭踩住地下先，咁阵间做嘅时候咧留意住啦，我哋个 pat 咧绝对咧就唔掂地嘅。keep 住係凌空啦，咁呼氣上，吸氣落，夾實嘅時候推上去啊！記住夾實多少少啊！今次嘅練腳 pat 唔係淨練腳啊！好，咁就即將預備咯，我睇到先，踩實個踭，預備，三、二、一，開始，好，推上去，吸氣落，好，諗住咧 ，pat pat 夾咗先，再推上去，係啦，吸氣落，唔使咁心急啊，逐步逐步清楚嘅。夾實，推，吸氣落，吸氣上，夾住 ，hold 一 hold， 慢慢落，慢慢上，成個動作慢啲啊，因為呢批要受力得多啲啊，要 hold 住佢，吸氣落。好，呼氣，慢慢上，上到頂 ，hold 住佢，吸氣落。你諗住上到頂咧 ，hold 住大概兩秒，一、二 ，OK， 好放鬆，好再嚟，吸氣落，呼氣上，就到啦。慢慢去 hold hold， 夾實推 hold hold， 吸氣落，留意呼吸啊。呼氣上，頂住，緊實。好 ，ten more， 10，正啊，頂住。Nine hold。吸氣落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last shoot， two。Last one and up. Woo. Okay, good. 好，我放鬆先，做得好啊。好，接下來都係臀部啊。咁我哋今次咧啲 position 咧就唔係喺度，跪喺度嘅，係啦。咁咧撐住佢，入邊一邊嚟啊。咁咧個節奏同頭先一樣，都係慢慢去做啊。記得你越慢咧，感應應該越大嘅，千祈唔好諗住越快越好啊。好，準備，三、二。一開始，
上到高啲45度度啊，諗住咧向斜後方嘅，上到底壓實個 hips。係啦，如果咧你覺得啊 pat pat 個感覺唔強咧，就放鬆啲大髀先，諗住 pat 夾咗，慢慢推上去 ，hold 一 hold， 再落 ，feel 到 pat 冤地咧咁啱啊，逐下逐下累積佢。係啦，唔會一嚟一下就會好冤嘅，今日始終冇重量啊，要用多啲下數去累積佢，所以堅持多少俾耐性去做啊。好 ，ten more，ten。慢慢去 8 7 6 almost 7 5 4 last 3 3 last 2 2 last 1 up OK 非常好啊，咁我哋唞多一陣，轉頭做埋另一邊啦。早晨 ，Koi，Hello， 上班中，係啊，好做啊，大家都 Hello， 要做鏡頭添，我咪即將另一邊啊。咁咧，依家做唔到唔緊要啊。咁我哋咧可以好似 Koi 所講咧，可以睇翻 playback 咁樣啦。咁咧係啦，鏡頭穩定翻啦。咁我哋走完噶咯喎，我哋做埋另一邊去。記住咧個節奏慢啲嘅，千祈唔好快，包括由開始個點、過程到最高嘅時候慢慢去。尤其是 pat pat 呢啲位置咧，比較咧唔夠敏鋭啊，因為少做咧唔同腳啊，腳你好容易做就 feel 到啊好冤好攰，個感應好強啦。pat pat 唔同，你會知道你有做嘅話，你會知道啊，唔係想象中唔同平時腹嗰啲啊一做好有感覺。pat pat 係要慢慢熱身，慢慢累積，慢慢練習，你先越嚟越感覺。咁你 pat pat 咧先至慢慢可以形成到啲人成話蜜桃臀，蜜桃臀就係因為你哋可以慢慢練到可以好掌握到 pat pat 嘅感覺係咩啦。好，咁又接落去下一邊噶咯喎。好，準備，3 2 1，開始。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咁簡單嘅動作啊！呢啲越簡單嘅動作咧，越可以幫助到大家去慢慢適應啊，同埋習慣到 pat pat 用力嘅感覺。咁你慢慢越嚟越熟悉 pat pat 用力感覺咧，咁你個 sensitive 越嚟越高嘅話咧，咁你個效果就會越嚟越大，因為你嘅力會越嚟越集中啊，你 feel 會越嚟越冤嘅識得。有時候啲人就話食得唔應唔夠感覺，就係嗰種冇咗冤啊，冇咗拉緊嘅感覺啊，就係因為你未識用個muscle。所以個 hip set 一定要慢慢去練習。我呼氣上，好 ，last 10 more， 10。夾實佢 ，8， 夾實 ，and 上 ，7， 夾實 ，and 上 ，6，5，4，3，last 2，2，last 1。OK， 好，咁我哋咧跟住打質先，咁我就到我哋個 pat pat 嘅外緣啦。咁呢個咧個動作咧時間會比較長啲啊。咁我轉頭會倒數3秒，會轉一次動作嘅。咁我成個過程中可能會轉幾次啊。咁啊 total 時間會長啲，俾你心理準備大家。咁陣間冤唔緊要啊，盡你所能去做。有機會咧會冤到咧跌咗地下喐唔到嘅係啦，因為我試過啊。咁你慢慢練習，你 handle 到咧就控制住慢慢去做啊。咁我會示範下嘅。好，咁首先啊，我哋會做你嘅右邊啊。咁我哋咧另一邊身拍落去嘅，咁就唔使 elbow 印起去啊。你可以托頭又好，點都好，咁啊穩定就可以啦。係啦，好，咁然後咧。隻腳咧微曲，千祈唔好伸直，腳趾尖指前面嘅 up and down 啊，都係練側邊啊。
咁記得幅度唔使太大，少少就可以啦。好，咁我預備啦喎，擺好位。好 ，ready， 三、二、一，開始。我轉圖倒數三秒咧 ，hold 住只腳啊，三、二、一 ，hold 住佢，係啦，微曲放鬆 ，hold 實佢。好，我倒數三秒，只腳放去前面 hold 住佢啊！三、二、一 ，hold 住佢。嗱，好似我咁樣，只腳擺前面嘅，忍住，堅持住啊！留意好呼吸，好快到，留意呼吸啊！好，咁我只腳咧。準備向外轉下，倒數三秒，三、二、一，開始。Go go go！ 好，倒數三秒轉埋另一邊，三、二、一。好，兩邊。五、四、三、二、一。OK， 好，放鬆兩邊。好，即將嚟啦，準備。三、二。哎，唔好意思啊，加下時間先。睇唔到三碼，好，擺我一邊先。好，都係同時間拍隻手落去啊！三、二、一，開始 up and down。嗱，準備倒數三秒 hold 住佢啊！三、二、一 ，hold 住佢。繼續忍住啊！好快到啦！好，我倒數三秒，只腳放去前面啊！三。二、一，好，放喺前面 ，hold 住佢。我到完啦，加油！好，我倒數三秒向外轉嘅，三、二、一，好，慢慢轉。好，倒數三秒，轉埋另一邊，加油！飲多少少，飲多少少，堅持埋去。三、二、一，好，另一邊。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OK， 好，放鬆。
咁然後你 cool down 翻先，只腳，一隻腳伸直啦，兩隻腳膝頭哥拍埋個身度攬上去，哦，爽啊！好，咁另一邊，好放鬆。好，今日呢個北方就完成啦，咁就又開心，有好多人睇啊，都係。咁咧呢個不花咧，嗱好老實咁分享啦。咁我針對嘅對象比較多係少做運動噶啦。咁就你會見到我成個由頭到尾，無論熱身到最尾嘅動作咧，都係比較簡單嘅。但係唔好睇少簡單嘅動作，唔好以為簡單練唔到。反而有時候簡單嘅動作先至係最好啊。點解咧？你越簡單掌握肌肉嘅感覺，越容易越強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透過啲動作完全針對曬落你個 muscle 度啦。咁因為咧呢個 buffer 咧係比較塑造線條啦，或者係叫做 firm 翻肌肉啦，所以你件 short 節奏都係慢嘅，唔同 cardio 嘅，好似我之前所講一啲 core training 都係偏向慢嘅。好啦，咁你話係咪啊？有啲叫做老手或者做開嘅係咪 keep 住呢個程度就可以咧？好老實講，我覺得咧，如果你做開嘅話，難度一定唔算好難啦，但係。如果你話透過呢個練習去令到 PP 感覺越強咧，係一個好嘅選擇，或者加啲重量落去嘅，包括咧同埋有時有啲嗰啲市面上有啲橡筋帶咧，咁我哋可以綁住啲膝頭哥啊，咁我哋將個難度加高啲。咁當然啦，嚟緊咧我會接住落去會介紹多少少咧，針對臀部咧都有啲咩動作係可以叫做強度高少少啊。咁咧就淨係我由一個簡單嘅深蹲、弓箭步。同埋一啲瑜伽墊上面動作顯化出嚟唔同嘅一啲針對性嘅動作俾 PP 啊！咁如果咧冇做開嘅運動咧嘅朋友仔咧，我建議如果你係女朋友，佢都啊你啲朋友都想做運動啊，想練下啲 PP 或者啊，好似做極都冇乜感覺咧，不妨試下分享呢條片俾佢睇下。不過咧唔小心留咗最重要嘅信息擺咗喺個片尾度噶啦，記住做 PP 嘅時候咧，一定要諗住。夾實佢嘅，夾實佢先至再推，無論深蹲又好，瞓喺度又好，係啦，咁咧記住夾完慢半拍先只腳上啊，放鬆大髀。係因為咧，我知道好多女士想練 pat pat 咧，成日都唔知點樣練啊，有時做極好多，成日市面上都話練 pat pat 嘅動作，但冇感覺嘅。咁如果咧你哋都有呢個問題嘅話咧，不妨咧過嚟揾我哋 Fire Fitness 啊，或者揾我啦 ，Canvas 啊，咁我可以同大家傾下或者交流下，分享一啲心得，究竟咧點樣可以先至練好一個 pat pat？ 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在於練好 pat pat 嘅關鍵唔係個動作度，係你點樣可以透過動作去控制好你個 muscle 啊。好，今日就係咁多，咁我分享嘅唔太多啦，費事咁沉氣啊又。好，好多謝大家咁早啊都收睇我呢條片，都好開心啊。我本身都擔心啊，會唔會咁早咧？啲人大家都唔會睇啦。咁去到兩番夜晚先，咁我好開心啦。咁如果有之後放工嘅話，都可以睇翻片嘅，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好，最後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咧，記得 like 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仔睇啦。咁記得留意好我哋 schedule， 今晚9:00就有啦。好啦，咁再見啦，多謝各位，拜拜，再見。咁當然啦，如果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留言啊。拜拜。